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款非常时尚又非常实用的休闲双肩包。首先呢，它的材质是采用了牛皮的材质，非常有质感。这款双肩背包呢，我们是有配一条这样的宽肩带，撞色织带的，是可以拆卸下来的。另外它还有一个彩色的宽肩带，可以供我们选择。有一个贴心的防盗拉链带，投放手机等贵重物品。肩带处采用优质调节扣，根据需要来调节长短。在肩带底部还设有三角加固。背包采用了不易褪色的羌色五金，拉链顺滑流畅，面料还具有很强的防刮和防水效果。它的主带内部有两个内贴带、隔层以及拉链暗带，同时包包还具有超赞的容量呢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背包还非常的百搭，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这样手提背在前面，单肩背在后面，还有后面双肩背，这样单肩来背，各种背法随心变换。